时，毗卢波叉龙王成佛威力，普观一切诸龙众已而说颂言：汝观如来法常耳，一切众生显利矣。能以大慈乃悯力，拔彼威图沦堕者。我们经常的谈到龙，好像行云呐、布雨啊，那这是一种龙。龙的种类很多，经常说龙跟蛇，蛇就是长虫啊，是同类的，同类的。那这些个龙呢，是常护佛法的，拥护佛法的，所以这些是大菩萨继位的了，不是咱们所看见那个，说龙是畜生的一种，本来或属于畜生道蛇的，那天龙呢，它属于天道蛇了，那跟人也一样的，那天人、人类。好像一个人，人好像没有等级啊，人的等级特别多，那龙也如是，龙也如是，啊，我们这个我们华严部的同学，把这个龙啊从各个经论上呢摘露出来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龙讲清楚，大家在这个或者是夜叉呀、罗叉呀，或者龙王啊，咱还是不了解，只是从佛经上了解一部分，了解一部分。龙属于八部鬼神众之一，那么这龙呢，一般说起，它蛇形，跟蛇一样。是鬼类，又属于畜生，至于咱们说那个呼风唤雨啊，那些龙，还有守护佛法的龙，它一共有四大类，大类说四大类，四大类之中又分好多类，咱们只说四大类吧。守护宫殿的，守护宫殿就保护宫殿，这是一类，又守护天宫殿的、人间的宫殿的，所以我们那个寺庙上头，都有那个龙的塑的龙的像啊，那人间塑的龙的像，有一种龙，它对人类，对一切的，靠着地气生长的，靠着这个雨水生长的，它能行云自雨，行云自雨，那是对人家有利益的。还有一种龙，叫地龙，地龙呢？它是开江啊，或者堵塞这个，或者遇着那个河水泛滥时候啊，它给你堵上，它也能开阔。第四种呢，就伏长。伏长呢，就专门守护这个国王的那个仓库。这是一种神类的了，神类的了，因为龙它有多种的变化，
堕入龙类，就堕于堕入畜生道了。生到龙类有四种因缘，一个的嗔恨心特别重，蛇的嗔恨心就特别重。因为过去他多布施，多布施，多布施有福。布施时候，或者有嗔恨心，或者有不平心，或者有这个生的这个下劣心，还有这在人类时候轻慢他人，或者四种呢，叫共高哪慢，大多数因为这四种啊，堕到龙类的，但是这个里头有个问题，说布施本来是求福的了，怎么堕到畜生道去了？就是你舍的时候啊，心里头，不是那么的善心所，含着有恶心所舍，而强排的，不是自愿的，各个经说的都不同，各个经说的不同，咱们这总说吧，就是啊，这正法念处经，他是把龙化为畜生，龙王啊都设于畜生道，因为为什么受这个果报呢？愚痴、嗔恚，两种，他所住的或者海底下，陆地上。那龙有多种了，有一种叫法兴龙，法兴龙有非法兴龙，有这么两种，法兴龙的生长的情况有七个脑壳，它的面孔像象一样的，还有一种龙呢，它嗔恚心重，嗔恚心薄，嗔恚心薄的，他就意念他的福德能够随顺法行，随顺法行就是说的佛的教法，那这种龙啊，他的苦就减少，他不受恶杀之苦。龙要受四种苦，有个金丝鸟吃他的苦，有个热沙的苦，他身上有种小虫子，那虫子咬他的痛苦，他苦出很多的，依着那个他善心降雨的时候，善心教授，善心就是好些，能若五谷成熟，也有不善心的降讷雨讷风那种龙，不敬出家人，不敬三宝，不行善法，他就常受恶杀之苦，以讷心来行云避雨，那五谷都不生，降讷雨啊，咱例如说降冰雹了，降那什么有毒的了，在《嫦娥汗经》上说，十九种龙，十九种龙，有卵生的、胎生的、丝生的、化生的，这四种龙，这四种龙被大乘金字苗所的长翅龙，大乘金字苗是以龙为食，咱看的有佛像上头有个苗吧。那个苗不同的，那苗叫大鹏金丝苗，金丝苗。龙有四种贪婪石化，这金丝苗呢也有四种贪婪石化，各吃一种。他不吃别的，专吃龙，
以龙为食。要在佛母大孔巧明王经，龙王有在地上行的，有在空中飞行的。咱们认为龙都是在空中行云布雨吧？不，有的龙是在地上行的，有的一直水中坐，有的它在高山上坐，高山坐，有的一个脑壳，有的七个脑壳，有的两个脑壳，还有很多的脑壳的龙，有的有脚，有的两个脚，有的四个脚，那是多足的龙王。另外还有守护佛法的八大龙王。简要说吧，龙有这么多的种类。咱说这个龙种了，大体是这样子的，对。如像咱平常所看到那个样子。那他这四种苦啊，第一个是被这个金刺苗所食的苦。有时候他走路的时候呢，他这个以腹为神，以肚子为神的走，这是一类了，这是一类了，还有他行欲的时候，男女行欲的时候，他现到的蛇神，现的蛇神，是一种苦处。还有鳞甲，他鳞子里头啊，都有好种小虫子咬他，咬的就是痒啊，难过啊，他就到那个沙地里去打滚，像马打滚似的。那一打呀，他那个鳞角里头那个小细沙子，那热沙了，那沙子一烫的，烫的非常苦，佛度龙时候，给他减少这四种苦。减少这十种苦，能够使他像这些龙王都没这种苦。咱们现在所举这些龙王，这龙大菩萨化现的、示现的，去度龙类的，去度龙类的。不是像咱们讲那个龙都是神，那是一种。咱们现在讲这个是龙是畜生，畜生一种。有的龙能够它能变化多少种，那神龙，就是畜生龙，那个是业障龙，它不能变化的，它不能变化的。所以咱们现在经上说这个这些龙大菩萨化现的，这所讲这个华严所讲的而继位的菩萨，他去度那一类的众生，他也不属于四现龙，而非龙，他没有那个龙的种种苦难呢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度龙类，使龙类能免除痛苦，这是第一个偈颂啊，说是一切众生显利益。以他那个大慈的心、哀悯的心，来度那一个一切众生。第一句，一切众生种种别，语义矛盾皆示现，神通变化满世间，说解入世关于佛，赞叹佛的句子，这个纯粹赞叹佛的意思的。所以这些龙王赞叹佛，而是他也得证得这个法门，是他所成道的证这个法门。说起龙王，他证到什么呢？他能在一念间把他龙的形状转化了，转化成什么呢？他要度哪一类的众生，就现哪一类的身。哪里的神？咱们就举个人的例子啊，其他的例子不举。
说对我们汉人，读汉族的人，那他就实现一个汉族的神，他的语言、行动，就跟汉人、汉族一样的，礼仪啊、风俗习惯呐、如果他都藏族的人，那他就实现一个藏族的人、藏族的神，那他的语言、行动、威仪，那跟那藏族人一样的，如果他实现一个彝族，彝族，那跟彝族人一样的。现在我们这个国族民族，就国家所统计的60多种了，实际很多。随众生类，以他神农的变化，你要度哪一类的众生，得实现哪一类的人。因为他有他的语言，他有他的生活习惯，穿衣服都不一样，吃饭都不一样，说话也不一样，生活习惯不同嘛。你要度他，你得事先跟他，这叫事先同类舍。那这一个大菩萨，他视线度龙去的时候，龙的种类那么多，看他度哪一类的龙，就是含义就是这个样意思。佛以神通无限力，广演名号等众生，随其所要普使闻，入是云音能悟解。云音龙王啊，他也能像佛似的，正得这么个法门，这个众生听到阿弥陀佛神号，他佛号他得动；那个众生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得动。为什么呢？有万佛名啊，有千佛名啊，还有无量的佛名啊。他说地藏王菩萨在地藏间，第九品吧。他利益众生，说了那么多的佛名号，闻到这个佛名号，你要能得解脱。闻到这个佛名号，就能得到解脱。这是缘。像阿弥陀经，像六方诸佛，就是专门演讲佛名号的，令众生得度。有一个众生，他听到这个阿弥陀佛，他就得度；有的众生听到释迦牟尼佛得度；有的众生他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，他得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许是在这个佛下受过教化，缘很深，无缘难度。他跟这个佛无缘。这个度佛度他不成，如果佛在世，佛跟他说法，他接受不进去，或者佛让他认须菩提师父，或者认舍利弗师父，那舍利弗跟他一说，他就得度了，他就成道了，难道佛的神力还没有舍利弗大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缘，咱们经常讲吗？缘生诸法吗？得有因缘，当你听到这位师父跟你说什么啊，你心里就很满意，很高兴，能得度，照着去做。那另外一个师父，不管他道德好重，哪日他证得罗汉果是圣人，他说你跟他无缘，他也度不了你。一切法都入事儿，诸法因缘生啊。广演诸佛的名号呢，就是使众生能够闻到，生欢喜心，他愿意闻的。这一法呢，是云音龙王他能悟解的，无量无边果度众，
佛能令入一毛孔，如来难作是彼会总，持眼口龙之所见。这就是差别法了，差别法就是方便解脱的差别解脱法门，差别法。能在无边世界里，阿弥陀世界、药师琉璃光轮世界，就是咱们熟悉的了，无边无量的佛世界，大家读过三十五佛吧，三十五佛的世界，五十三佛的世界，总之很多了，无边，能够建立这个不同的法门，这个大家很能理解了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清净佛果道，这念佛就能生。一是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成就了，那要是琉璃光如来就不是这样子了。他专去众生病，不但治你世间病，还治你烦恼病，你有无量的烦恼都能使你，都能使你得解脱。那愿口龙王啊，得到这个普现无边佛世界，建立差别解脱门。这就是什么意思，就是应以何身得度者，示现何身。应以合法得度者，就给他说什么法。因为众生有种种欲，他的需求啊不同，种种耐好，像我们人类也，你在人中也是这样子，有喜欢音乐的，有喜欢跳舞的，也喜欢各种球类的，打球运动的，就是你喜欢什么就视线什么，目的呢就你能够得到。一切众生嗔恚心常盖于此深要海，如来慈悯皆除灭，焰龙观此能明见。这个焰龙王他得到一个什么呢，得到一个众生嗔恚盖禅，使他得解脱。以佛所教授的怎么样去你的贪，怎么样去你的愚痴，怎么样去你的嗔恚，五盖十禅名词不详细讲了。禅法有多种类型，不是一种，有的嗔恨心重，有的他贪欲心很精，那嗔恨心虚重，有的很愚蠢，他是不参不慈，他是个傻子，他连是非都不厌，他贪什么，他嗔恨什么，是愚痴重啊。是众生的过去的许愿，再加今生所行的业，各个不同，各个不同，是吧？要给他说种种的法门，怎么样得解脱？一切众生福德力，佛毛孔中皆显现，现以令贵大福海，此告云闯自选状，就是云闯龙王，他得一个法门。叫什么呢？叫开示众生，能够使他的欢喜快乐直中福天海，他得了这么一个解脱门。佛身毛骨发自光，其光处处演妙音，众生闻者出幽味，得察龙物死，得察龙物死道，得察加龙物死道。得上迦龙王，他得一个救护音，救护音是音声，音声专门救护众生的。众生有什么苦恼，
发出悲哀的声音，他闻到，他就救活他去了，救活他去了，让他生出了欢喜心、快乐心，得自福田。他得到这个法门。佛生毛孔发自光，其光处处演妙音。众生闻者出幽味，得杀迦龙悟此道。得杀迦龙吗？他得这个法门，让一切众生离开部位，离开部位。当时众生的受痛苦、受恐怖，这个恐怖就种类太多了。说非人所恼，咱们现在讲这个八部鬼神众啊，这都是非人。他们统帅的恼害人的事儿特别多，他又不现行。咱要见不到，咱们经常说为非人所恼。他有痛苦，有悲伤，不知道痛苦悲伤从什么发出来的。那就是为非人所恼的。这非人那就太多了，咱们现在讲这八部鬼神众都是非人，不是人类的。但是每一类鬼神它本身又是多少种，有是好的，有是坏的，还有特别坏的恼害人类的。但是这个你在无量亿劫中，无量亿劫不是短时间，你跟他都有种因缘，有种恩怨，他堕到那个道去了。因为过去有因缘吗？那不一定，隔着亿万年他突然碰到一起了。完了，这就缘遇。有遇缘了，人经常说这话，遇缘了。咱们经常还说巧合了。遇缘了，巧合了，那就倒霉了。就是善缘，那善缘福德缘那还好，还给你福德智慧，完了让你那个升官发财，让你得到快乐。但是是恶缘，恶缘怎么样呢？那就倒霉了。或者病苦啊，或者事业不顺当啊，或者恼人家庭不难呢、啊。因为这是个种种的，不是咱们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，说不清楚啊，那么清楚。所以我们提倡观音法门，大悲观音菩萨能救护一切。你念观音不好了，还不如念普门品经了，就念菩萨圣号。最好出呢的念圣号。念经到时候你记不得了，经文你记不得了，你背不得全经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恐怕忘不了吧，不会错吧，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就能消灭他们。因为什么呢？观菩萨有这个愿。我念地藏菩萨，念地藏经你看到了，地藏菩萨有这个愿，千百万亿事，你有千百万亿那么多事儿来求他，他不厌烦的。他能给你解决问题。说我念这个德下家龙王成不成啊？他还没这个愿，得你跟他特殊有缘。这上只是说他悟得这么个法门，他视线的，他这个视线龙王，他去斗龙去了，你是个人啊。那你念德沙龙王他不见度你，他也听不见，因为你得没他，跟他没这个缘，顶好还是念观世音菩萨。你要求智慧，那就念文殊师利菩萨。他各有各的愿。他主要的愿，你的心跟他愿力相合，你就得度。
说你找错了门了，就是跟他不相应，那他就通不到了，就通达不到了。嗯，懂得这个含义啊，就知道了。嗯，像多沙龙王，他说以这个方式使一些众生啊，嗯，使这专子龙的，嗯，专子龙比较龙，他示现龙身嘛，来救护一些部位的解脱门，他也能像佛那么一样子普遍度众生，那他示现的身不是龙身了。三世一切诸如来国土庄严皆次第，如是皆与佛身现，广布见此神通力，显示一切佛身，这是注解当中的次第，注解当中次第。佛身毛孔发自光，其光处处掩妙音，众生闻者出幽味，得刹迦龙悟十道。得刹迦龙以清净救护音灭一切众生的恐怖。无边布龙王他得到示现佛的沙分，在注解当中的次第解脱门，说三世过去，现在未来，但是他这个呢是指注解，注解啊，不是单说个注解呢，要是在空劫的当中他办不到啊，形容着啊，成住异灭，成劫当中不行。专指注解说的，注解说佛现的色身呢，在注解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得要这么样一个解脱门。这里头举个例子，举个什么例子呢？在后头一个解说，这个三劫，三劫啊，三劫是指是，它指这个人仙劫、庄严劫、兴许劫，不是那个苦。不是那个三劫啊，不是苦那个三劫，专指这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劫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的三大劫中，过去的大劫，庄严劫，庄严劫，现在我们的这个劫，劫是十分啊。过去庄劫千佛，现在我们这人仙劫千佛，还有未来的兴许劫千佛，这是指这三劫说的。现在庄劫那时候过去的诸佛，在这一大劫所成里头成就的时候，有成住坏空，又是八十个小劫，这是八十个小劫的当中。就是注解这二十节，庄严节的注解的佛是华光佛为首的，是毗，是这个毗舍浮佛，共有一千尊佛出世，那个节就叫庄严节，那。庄严劫千佛有个千佛明经，庄严劫千佛的千佛明经，再详细在这个庄严劫的一千佛，因为这个无边布龙王，他说三世一切诸如来中国度的庄严劫，专指庄严劫说的，那在人间劫呢，他就不度了，他不是佛道同，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国度的庄严劫的次第当中，
还在注解当中，注解当中，那是这一千佛，庄严劫前佛的注解当中的前佛，有这么经一卷，那这个龙王呢，他所的发的愿，他是专是庄严劫前佛的，花光佛为首，一直到毗舍浮佛，共有千佛出世，我观如来往昔前供养一切诸佛海，于彼显彰喜乐心，数集龙之所若，此数集龙之所若，清净色的数集龙王，他得到一个法门，就是出生一切众生的大奈落欢喜海，是使众生的奈乐欢喜，得这么个解脱门。佛以方便随类因为众说法令欢喜，其因清雅众所生，普心闻此心心悟，普心大音龙王，他得到一个法门，叫什么呢？叫一切平等乐意无奈。一切平等乐意无奈是什么音声？这是音啊，音声或者音药。有些人闻到音药，他生欢喜；有些人闻到音药，他不但不欢喜，他还生烦恼。那他跟这个相反了。这是闻到音药生欢喜的。众生彼派住有宗，业惑飘转无人救，佛以大悲令解脱，无热大龙能悟此。是无热恼龙王得了一个大悲普法云，灭一切众生苦解脱门。众生在这个业热恼当中，如果有云覆盖遮住那个热恼了，他就得到清凉了。这个龙呢，他所得到的呢，那个佛大悲令解脱，令一些热恼众生解脱，得到清凉。上头讲这十个龙王啊，十个龙王啊，每一个都证得的佛一个法门。现在我们讲夜叉王。夜叉是印度话，我们华严把它叫为容剑，或者叫暴讷，暴讷，暴是粗暴的暴，讷呢就是善讷的讷，这有三种夜叉，一个是天夜叉，它行走在空中。一种是地夜叉，地夜叉它不能飞腾的，天夜叉能飞腾。那么在地上的不能飞腾，在虚空的能飞腾，在天上的能飞腾，那么三种，有两种夜叉只是地上的夜叉。六道当中都有夜叉，因此有时候夜叉就不利了。天人阿修罗，地狱恶鬼畜生，那这阿修罗这个夜叉有时候就立得五种这夜叉。那么这个夜叉呀，太多了。单有这个，这么我们华严部的道友把它
摘出来单讲这个夜叉的。这个我们平常啊，在经卷里头常看见有夜叉，夜叉呢，当然说是鬼道之类了，鬼道之类了，就是很凶恶的，很凶恶的，就是凶恶的鬼，凶恶的鬼。这是八部鬼神众之一，但是这个夜叉不是的啊。现在所讲这个夜叉，是指着守护佛法的大菩萨继位的，有时候成夜叉，或者有时候又成罗刹，在药师经上叫药叉。月叉、野叉，分清洁、容见、能带、能担、贵人、威德，又叫四季鬼，又叫解疾鬼，还有女夜叉，咱们经常说母夜叉，母夜叉啊，很厉害的，成为夜叉女。这夜叉有的在空中，他以的威势恼害人，或者他守护正法的一个鬼类，鬼类的夜叉，这根据很多经，嫦娥函、大慧经、大毗婆沙论、顺正理论，都带的都解释这个夜叉。这夜叉是毗沙门天王头统帅的，守护守护斗笠天的，守护住天的，有的有威势的夜叉，他受种种的欢乐，还有威势。夜叉的种类啊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头，大概举出了12种的三种夜叉。地形夜叉，他常得到很好的美食，得到的音乐，得到种种的欢乐。这种夜叉鬼呢是不错的，有福德的。虚空夜叉呢，行走如风，跟风一样的，有大力量。宫殿飞行夜叉，他有种种的快乐，有种种的药气，药气夜叉他做音药啊，什么咱们像这二胡啊、琴呐、弹琴呐、什么，就种种药气的不一不等，不等，这是《大智度论》说的，其中三种啊，12类，《文末记经》上说，咱为什么把这个介绍这么多呀？说夜叉在人间很多呀，你随时遇到的。你经常要念地藏经，那他不敢惹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地藏王菩萨有护法神，说你每天念1000声，念到3年，说这些个鬼神都对你没办法了，有地藏菩萨保护你了。念3年，念1000日，一天念1000声。地藏经上说的，不是地藏经，不是地藏王菩萨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说的，说地藏菩萨有这种大力量。第三种呢，天夜叉，天夜叉能飞行。过去他耐心布施，他布施给人的车呀、马呀，或者在布施给人飞机呀，布施给人汽车呀，他说能飞行，
大方等大寂静毗沙门天王篇，毗沙门天王有着无变吉祥十六种夜叉大臣，大力将军，还有因陀罗、苏摩、婆罗诺、毗舍诺、阿扎波罗，有五十个夜叉军将，那些个大力的军将统帅这五十个夜叉军将。为什么把夜叉讲这么多？因为夜叉呀，跟咱们人呐，很混淆的，很混淆的，你经常受他的害，受他的害。这时候都是菩萨化身呢，这是好的呀。还有那坏的呀，就很坏很坏的夜叉。在这个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这里面所说啊，毗沙门天王为首的南坡、慈南、莲花光藏、莲花木、贫木、现大部、洞地、吞食三万六车药车众，有这么多的夜叉。大日经在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部，讲的与北门之毗沙天王左右会有摩尼巴陀罗、布耶诺巴陀罗、半支迦、萨多之利、西摩斯多啊、毗沙迦，这都是梵语啊，梵语啊，他用华严来的念梵语的。阿德法迦、半鸠罗等夜叉八大将，经典常说的那是正法的守护神夜叉。要是如来本愿经说的公毗罗、巴支罗十二夜叉大将，那是护持药师如来的本愿经的夜叉。这各个经论说的太多了。夜叉鬼现的有狮子像的夜叉，有虎、有象的夜叉，有龙、鹿、马、牛、骡子、骆驼、羊，种种形象不同的夜叉。脑壳很大，身体很小，肚子很大，有一个脑壳的，两个脸，两个方面面目，前后都是脸，有三面的，有手持刀啊、剑呐、戟呀，形状非常可怖，人要见着他那怕死了。你见着这个夜叉吗？叫豁错烂迷醉。他在你错烂迷这会儿淡你的精气。还有南本的涅槃经、佛观分三昧海经，就是种种类的夜叉可怖的形状。专门呢是夺人的精气，啖人的血肉，争那鬼类。还有的夜叉呢，有尊敬、祭祀、躁动、半人半神的这种形状。在《维摩诘经》把夜叉译为贵人，贵人啊。在《慧林音译》当中称夜叉为四季鬼，四季鬼。就是当你祭鬼神的这种夜叉，你专门吃的你所祭祀的气味。在印度民间呐、印度民间呐，就是印度那个神教啊，他就专门祈求夜叉，向夜叉求佛。在印度神话当中，说他有半神半鬼的叫小神灵，管这夜叉叫小神灵。那还有很多的名字了，咱不去翻它了。完了还说这个夜叉呀是财神，财神的巨毗罗的随从，也是夜叉。
还有说的在印度有个皮显奴的神教，说这夜叉也是他的侍从。在密教当中，大日经是密集上司，咱不是金刚密集力士吗？就是护法神呢，他是夜叉王。咱们称那个金刚枪或者紫金刚全是夜叉，那就是神了。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子夜叉，你要知道夜叉，你遇见他怎么办呢？念佛的名号，我说念观音菩萨名号，念地藏菩萨，一念呢他就没有了，一见就没有了。你要害怕夜间突然你身体不晓得怎么样出冷汗，毛孔都立起来啊，可能遇到夜叉鬼了，你赶紧念佛啊，念菩萨圣号，马上就恢复了，你就没有恐怖了。不过我们四众弟子啊，佛弟子受了三规的遇见这个夜叉是很少很少的，但是遇到那个特殊的夜叉，威力非常强的，他就专门找你修道者，你没修行啊他还不理你呢，因为修行很好很好的，哎，他要找你毛病了，他沾你的一滴血来助长他的威力。我以前头几天我不跟大家，我的师公啊，我师父的师父，哎，他就遇见夜叉要吃他的血。真的，所以这种啊都能遇到的。因为我们说这夜叉重了，现在我们这个现在环境这个夜叉可不是这个夜叉了，这都是大菩萨了。四现去度夜叉去，夜叉比人类还多，夜叉鬼类比人类还多，他各种的夜叉，他一死了又回到夜叉道去了。蚂蚁有蚂蚁越乐这个夜叉，你蚂蚁打仗的时候有那些那个蚂蚁特别凶的，那个蚂蚁他们打得好，那就是蚂蚁之中的夜叉。人类的人类的夜叉，你看这只凶恶的不得了，和夜叉鬼一样，他是夜叉鬼来的，来到人类来了。夜叉是个普遍性，普遍性哪道都有，你不是看那个牛看那个畜生特别恶的，特别恶的，那就是夜叉来的，夜叉来的。所以我这么介绍一下子，现在我们开始讲夜叉了啊。毗沙门夜叉王得以无边方便救护哪众生，谢他们。这个毗沙门的夜叉王啊，他专门救护哪众生。其实我刚才讲那个在哪一类的众生里头都有个哪众生。哪众生，那是什么样子呢？像那人类的杀人放火的，语言不通的，你还没看到哪众生比畜生的厉害得很。这你到那个西藏少数民族地区，他一天拿把刀子跟你一说话，他摸他那个刀把子，你都吓得不得了，好像他要砍你一样的。他跟他亲人也入事，他随时要摸他刀把子，管你是谁，要不合适他就把你杀了，再不你杀他，再不他杀你。咱们这汉人叫什么呢？有亡命之徒，那你惹他干什么？很不通情理的，那叫畜生无义，跟畜生跟恶鬼神似的，带种恶众生啊，很难得动。那这个毗沙门夜叉王啊，他专去救护哪众生，度他救护他。那你要度哪众生，你得比他还哪呀。你要哪不如他，他比你还哪，那你就被他害了，你比他还哪，
那他就怕你了。对，意思就是这样的。自在因夜叉王得普观察众生方便救护解脱门。那有一类的善夜叉，夜叉也像人一样的，有好人有坏人呢。有好夜叉，好夜叉呀、啊，这个夜叉是夜叉王了，他自在因夜叉王，他观众生，想一切方法来救护众生，让众生得解脱。言辞气藏夜叉王得知一切众生是雷讷众生解脱门，大智慧夜叉王得承扬一切圣功德海解脱门，焰严主夜叉王得不观察一切众生大智慧大悲智解脱门，金刚眼夜叉王得种种方便利益难乐一切众生解脱门，容见背夜叉王得普入一切诸法义解脱门，容敌大军夜叉王得守护一切众生令住正道无空过者解脱门，富财夜叉王得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聚令恒受快乐解脱门，利坏高三夜叉王得随意念出生佛力自光明解脱门，这十个夜叉王啊，以这个毗沙门夜叉王为首。毗沙门嘛，就是北方天王。本身毗沙门就是夜叉王。得有无边方便救护众生。无边呢，没有边际的意思，也就是普遍的意思。啊，让一些善者自乐，没有一些灾害夹在他身上的，哪吒避苦，那就做哪了一定要受苦，那就多度他吧，救护哪众生啊，多度他，那就说你利益众生上偏重于。作恶的众生专救护恶众生，偏重的意思，以善巧方便多门的方法，善巧方便多门就是无边的意思，又能降服恶鬼令他不犯众生，这就叫救护。怎么救护呢？这两种解释，要救护众生降伏恶鬼，救护恶众生，救护降伏恶鬼，救护众生，令这恶鬼不去恼害众生，不恼害众生就是救护了，自在因夜叉王得普观众生方便救护解脱门。方便就是善巧，大悲仙要救护众生，你得有智慧啊，你得有方便善巧啊，救护苦难，救苦，护持善念，那这个苦众生。如果他虽然是他受苦，他在这个做这个恶果的时候，他也有善念呢。有善念。要你有智慧的观察，把一些众生的苦，那你得有方便善巧，就是这个含义。不能落于空。
也不能吃于有，也不吃于空有，这是另一种解释方便。方便善巧呢，就是，说劝他观空。对，执着有的众生，太执着太厉害了。哎呀，一切诸法入梦幻泡影啊，你多修修空观吧。有一众生他持于寂，他什么都不想做。哎呀，他什么都无常的，做他做什么，这就不行了。无常之中还有善法呀，那你对这一类众生，你也给他说，有啊，因果报应绝对不爽的，你要做坏事一定要受报，做好事也一定要受报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要有不报啊，时候还没到。到了时候你自然就受报了。这个问题啊，虽然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但是我们做起来就糊涂了，就忘了就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什么糊涂了呢？那就是业障。善嘛，要多做嘛，做好事儿。做好事就没挫折了，让经常是这样说，说你做好事儿，你做好事儿啊，往往的，你帮助别人呢，往往你受害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或者你亲友也好，或者你的好朋友也好。找你帮助一下，你是慈悲心呐，你帮助他了，你帮助他反咬你一口，这个事儿很多了，到时候他不认账了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你的善呢更大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为什么？你能够。这样子得到这么个结果呢？说你没有方便善巧，没有方便善巧不行啊。说做一些善事，做一些恶事，你得有方便，得有善巧。就是把你自己不陷入到里头去。你帮助别人，也不求这个回报。也不让他感激你，你做了好事了。这个不行，彼此都要忘记了就行了。这很难呐，这很难的，这种解脱是很难的。你说那哪众生，你没有方便善巧，你度他时候，说这度他不彻底。就是说。他这个抢劫犯，你掩护他，你帮助他，使他不受的罪责，他完了或者再去作恶，破了难了，他咬你一口，说你是他的同伙，那你就麻烦了。或者一揪揪他，他过去的做哪个难子哪个难子，完了你在哪儿躲避了？在哪儿在哪儿躲？就把你牵扯到进去了，就是你做善事的没有方便善巧，完了你又受害的，因为没有智慧啊，说大悲心，咱们没不是咱那个悲呀、啊，不是大悲，大悲没事儿的了，大悲，你那个悲呀、啊。就没有智慧的悲，没有智慧的悲就是术法，和感情用事，咱们经常不是说你是感情用事，那加个大悲，大悲就不同了，大悲是有智慧的，有智慧的，有智慧的大悲是解脱的，没有智慧的悲心
是情感的，情感的不但今生你受报，那多生你都受报。相信吧。往往的或者因为两人人家是耐心关系啊，你帮人家不合适了，你帮人给你解说，你就做好事去了，完了他那俩人都恨你，男方也恨你，女方也恨你。不但好事没做成啊，反正变成坏事了。类似我这么举例吧，说你要做善事的时候，一定得有方便善巧。方便善巧是智慧，换句话说得有方便善巧智。意思就是呢，你要救人帮助人，救人救到底，必须得救到，把他救得彻底，把他真正得救了。所以佛度众生，你看了生死正得涅槃，佛菩萨度众生，他不是一生两生三生五生，跟着你多少生，是把你度到了真正解脱了，为止，道友之间，真正是善友，他终生都不离开你，你堕落了，他要免了跟着你，你堕落他没堕落，他有智慧，他总会帮你渡成，对。那么现实的故事很多呀。苏东坡跟佛印禅师，佛印禅师就是苏东坡走哪儿，佛印禅师一定到哪儿。他官贬到这儿来了，哎，佛印禅师一定到那儿有个庙，到这儿他又遇见他了。他到那个地方去，贬到那儿去了。苏东坡贬那儿去，他又到那儿去了，他要渡他的。他终生不舍。对，咱们经常的看到那个道友之间的经常在一起，不是一生两生的。提携你，让你不堕落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方便善巧，上面。因为讲到这儿啊，就得多深圳几句，说你要帮助别人，考虑到要有智慧，不要用世间的感情用事帮助，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以佛所教授的方法帮助他。让他处理什么呢？处理世间，处理苦海，真正得解脱。言辞气让夜叉王得能治愈一切的圣雷那众生。雷是雷药，少，就像人的身体啊，很需要。说那个众生啊，很不好度的意思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夜叉王就言辞气胀，度专门度哪众生，能够治愈他，使哪众生得解脱。圣雷呢，就是业障很重的，哪业很重的，他有很少的善的力量来对治这个哪。例如什么？一铲蹄就是他对三宝永远不会升起信心的。你怎么度他，他不会信的。铲蹄是很讷的，很必讷。他没有善心所，一点善心所都没有。断学般若呀，除佛身血呀，这一类众生，你给他讲理讲道理呀，讲佛理呀，他根本不听，他知意不到。这类众生是非常难度，非常难度。但是呢，这个言辞气胀这夜叉王呢，他专门度这类众生，他得到
住这类中村谢托。产提就犯信不惧，对三宝没有信心，永远不会具足信心的。那你度他呢，别要求太高了，使得回心转业，能信三宝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大智慧夜叉王得承扬一些圣功德海谢托门。圣功德海这个很好解释。圣功德就是佛法僧，就是叹佛的功德，赞叹佛的功德叫圣功德。但是或者站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站的这些大菩萨的功德，使他听到渐渐的能够回心转业，得到解脱。燕然主前燕然主夜叉王得普观一切众生的大悲智谢托门。这个讲呢就是悲智，前头讲的观，观悲，观悲也是观即是智了，就是悲智双运。有大悲心得有智慧，把悲智合为一心，合为心，就合为你的一面吧，这么念。这个悲智合为一心呢，就是回到法身，回到法身啊，来观察一切众生，应以悲德度者，应以智德度者，悲智合愿让他得谢，得到解脱。就是常时救护众生，常时救护众生，普观察嘛，观察这个众生，因为什么方便法门，自就是方便解脱，悲智就把他的痛苦，给他的快乐，金刚眼夜叉王，得种种方便利益难乐一切众生解脱门。金刚不坏的意思，就形容智慧，叫智慧眼，智慧就佛眼。咱们在《金刚经》不讲无眼吗？无眼吗？是佛眼。他能观一切。观一切，你因为何神得度者，就以何神示现；因为什么方便法门得度者。能得到利益的就以什么方便法门使一切众生都得能安乐。乐是快乐，快乐就是幸福了，安就是吉祥如意了，平安了。平安本身就是快乐。但是呢这个是指着说法说的。给他演说妙法，使他得度。荣建备夜叉王得普入一切诸法义谢托门。就是说教了，说教了。佛所的教授的方法啊，甚深甚广，义理无尽。一字海默书之不尽，就把一个字的道理呀，要把它说完呢，很不容易。说利益众生的方法方便法门太多了。但是他一直拿法得度啊，应以何法得度者，就给他说什么法。那说法嘛，就是他所闻法的，就是声闻。闻声而得度，而得度，闻着妙法的声音，他能得到利益。荣建备夜叉王得普入一切诸法义谢托门，一切诸法，
文字形象，但是它含得有义理呀、啊。嗯。说这个法的言辞，言辞一定含得有道理呀、啊。嗯。让他从词得到这法的广深的道理。嗯。然后在永建夜叉王呢，他能得入的一切诸法义。就入诸法的理体说法嘛，就引发一些众生的心，让众生都能回归的自己的自性，这就是普罗。永建大君夜叉王得守护一些众生，令诸正道无恐过者解脱门。正道很不容易啊，咱们经常说是咱们要记住八正道，八正道，咱们只说一个吧，语言，说你的语言呢，从来没有说错过的，都是正道，没有到歪门邪道上去，就是用语言表现佛所的教授。一切法，一切法，一切法是相，而入它的性，性是离体，就是所含的意，所含的意，你能演说，能演说就是入的意思了，能演说，能演说一些诸法的义理，让这一切众生啊能得到利益。永建大尊夜叉王得守护一切众生，令诸正道无恐过者。助正，正道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是邪，说话正语、正定，最主要是正命，明白吗？离邪很不容易了，离邪。我们自己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邪道，不会了，都承认自己是正道。但是在那语言、思想的行为当中，所表现出来的不正的太多了，不正的太多了。正语就正语吧，你说话不正，离开佛所教授了，这就是邪了，邪了。同时的，凡是不称实性，如果咱们讲《华严经》吧，不称一真法界，你所说的话都是邪道。这玩意儿才正呢。念念之间，思想、言语、身体所做的，都是在佛教导当中。这就是让你们学戒律，咱们学戒律天天学的。佛所教我们做的，防非止讷的，非都是邪。吃饭穿衣。说话走路，你的一举一动，这涉及太广了。咱们经常讲三千微义，每个一微义当中还去除很多细恨。就是一件事儿啊，很简单，我们全犯，相信吗？佛教我们的走路的时候，你的眼，你的眼睛所见到的往哪边去，前后左右，不能超过三尺，三尺，如果听到不正的声音，
你心里完全没有不正念现前。嗯，就是一样，很难做得到。咱们这眼睛总是看的，我只看见一个人。在我们道友老师当中，那是永远入世的。嗯嗯，我在那跟他，在那跟他住了五年，只要离开他方丈，我没看见他过眼睛。你在哪儿看见的？那老汉总是入世的，眼子微微有那点光芒。嗯，对。那么说小孩儿，只要遇见了，总观察老汉，我就注意他这件事儿。几时碰见他，他永远是这样的。我说这老汉一定有神通，有神眼，不用右眼了，总闭着，总闭着，没看他脑壳这样摆的没有？像拨浪鼓似的，这看过来还要看过去，左右没有，就正路的时候看见，那可真够的，只是三寸吧，三尺，他三寸。就看那个路就行了，可是他有神通有慧眼，路也不看。嗯，对，就这么一件事儿，咱们只说一个见，这个见，去看嘛，眼看嘛。然后说心里的见，心里的见是正知正见那个见，那个见呢，不是眼见，而是心见，心见。嗯。因此啊，布鞋永远是正的，这一个就不容易了。为什么叫它不思议呢？而且这个说的更厉害了，不分别什么是正什么是邪，没有邪全是正的。到了什么程度了？每一法都有马的法性，观一切法的本体，邪也是正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呢就是散，散就是呢，没有散呢之分了。万法为心所起，心胜过无法不正，心邪过无法不邪。嗯，什么叫住正道？这个把正道提得非常的深，就是咱们最初开始讲让大家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佛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的大，一切诸法的本体，邪法的本体是什么？还是大吗？邪和正是对待，有对待的都不是真实的，正也不是真实，邪也不是真实的，这就叫不可思议了。不分别什么叫邪，不分别邪叫正，这真正住到正法了。怎么离邪呢？嗯，达到你自己的自心本性了，回归你的本体了，嗯，那就真正了。嗯，这正到什么呢？或者说是涅槃，嗯，叫菩提道的，达到究竟菩提果了，菩提道的，嗯，正是对邪而言，邪是对正而说的，没有什么正，没有绕什么邪，有正有邪是分别，是分别，嗯，佛的菩提道是正道。离开佛的菩提道的正道都是邪道，嗯，但是在这没有正德的、没有正德的佛的道之前，那你所做的不是邪道吗？这样，嗯，正德之后了，佛佛道同，这正道呢就是，嗯，这样来理解，正道只有菩提道是正道，离开菩提道之外都是邪道，嗯。从菩提道正到菩提果，嗯，那叫无邪，全是真，嗯，嗯，
真是对着伪说的无伪，叫真正，正是对着邪说的无邪，凡是相对诸法，只要相对诸法，那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邪，绝对，绝对。咱们现在《大方广佛经》讲那个大，绝对的大，不是一对小说的大，是绝对的。这才是符合华严义，真正说的华严。方便善巧说三乘之道，佛所说的教法三乘之道啊，都叫正道，这广义而言了。正见呢，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思维了，反正八正道都叫正道，加个正字啊，加个正。离开呢，离开就是邪道。复财夜叉王得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聚，令恒寿快乐。谢他们增长一切众生福德聚，恒寿快乐，令恒寿快乐。得到这么个谢他们，福德聚，聚是召集的意思，聚的意思，聚就是因。说你积福积德就能够受到快乐的果，这个快乐可不是一般的快乐哦，是究竟的佛果的快乐。佛就是福德智慧圆满了，都成了佛了，所得的果，涅槃快乐的果，绝对的，不是相对的快乐。就是有你的智慧而正得的法身，自为能入，法身为所入，就回归你自性的本来本体。这福德聚呢，翻过来说，把福德都聚到究竟了，究竟了也没有福德可言了。这样一个含义。这个夜叉王啊，他能够像佛一样的得到这么一种解脱门，增长了众生福德，让众生福德常时增长，常时受快乐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也是入世，天天的呢积福德，积福德。什么福德因最殊胜呢？无相，无作。智慧空义般若，这个福德是最大的了。以这个因感到成就究竟的快乐，绝对的，不是相对的快乐。相对快乐会失掉的了，绝对的快乐失不掉的了。是究竟。利坏高三夜叉王得随顺意念出生佛力智光明的解脱门，咱们现在念佛学法，这是修因呢，这就是邪因。常时意念佛，就常时是佛。
当然忆佛念佛不是口念呐，要你心里忆念，念佛要从念心起，念念从心起，念念不离心。意是不忘的意思，常是一词持而不舍的，能够升起来智慧光明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下头还长。